新鲜而总有情，恒温猛烈最苦迫，前世如雨大宝藏，怨恨虚痴难得报。嗡那么满足虚言，那么是虚言，那么无他妈虚言所好。是虚言，那么无他妈虚言所好。难舍能舍，各位，如果你觉得你很缺钱啊，福报不够，就是我们布施不够嘛，啊，虽然你有钱做生意，但是没人帮你，那就是你做义工太少嘛。那各位就多去老人院、孤儿院，多去帮助那些啊，利用礼拜天能够接触到正统的藏传佛教，又能够接触到，那也是我们过去的福报啊，种下。术士就种下这个因，那就像就算你过去没有种这个因，今天你布施了或随喜了，你也种下这个因啊，将来你可能就像仁波切一样，从小就可以读佛学院了，所以从小就学佛了，一辈子的生命都用在学佛、讨论佛法、慈悲，那多快乐啊！啊，不需要去忙世间的不必要的事情啊。被污染，所以都希望就像我们希望出生在极乐世界一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让我们身口意都不离开佛法的修行啊，那是最大的福报啊，因为做人才可以成佛，做人才可以累积广大的资粮，那既然做人，那就要发愿，念一下生生世世生在佛教地方，佛教家庭，修学大乘佛法啊！如果你升到南传国佛教，那你只能修巴利文了 啊！你假别丢菜呀、啊，所以你就不知道吃素啊！啊，每天还是很精进修行啊，那当然不一样了。那我们能够生在一个大乘佛教的教区，自由的去学习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那真有福报。就像各位出生在园林。啊，也是佛法蛮普遍的，素食店又多，啊，人心单纯，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来园林国小，这也是我们大家的福报，至少园林有个园林国小可以办法会八关斋戒，啊，这也是个福报，啊，所以要有种种的福报，有地方的福报。今天天气好不好？这也是福报。不用开冷气，也不用吹电扇，啊，就刚刚好，这个叫福报，啊，所以各位啊，福报从哪里来？那就是一种因果，创造对别人、对世界的助缘，多多的去创造这些助缘。来，吐司面包都拿到没有？最好拿两三片啊，拿多一点吧，拿两三片，大家做多一点。那这些等一下要麻烦他们车子开出去的时候帮我们拿去水里面做大布施了，做大布施啊，水里面的鱼无量无边，需要我们去帮助他，所以今天也会送给各位一包，念一下素食鱼饲料啊，这也可以做烟供，也可以吃的啊，也可以给鸟吃的，反正它就是食物做的，但是特别做成鱼喜欢吃的，沉到水里面，那各位呢，这一包不够啊，
越多越好啊。所以我们一段时间就会寄到各中心，那各位附近有河流、有溪水、有鱼，部分海水、淡水，有人养鱼更要去布施，让他们吃到甘露啊，希望他们最后一次做鱼啊。那我想各位要去结缘啊，我们用烟供、用甘露跟鬼道、中阴身、地狱道结缘啊，我们用佛法经典跟人结缘，所以我们大家念经大声一点，跟天道、阿修罗道回向给他们，也让他们听闻结缘。那各位就要想办法永远跟六道众生结缘啊。那你眼前有很多人，你也要跟他结缘啊。所以各位呢，看到人多的地方，为他们观想回向给他们啊。所以乃至我们今天乃至呢，观想很多无形的众生，你都要该给人呐、啊，默默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也把你的功德给他们啊。我们有功德，要念是哄啊，哄就哄出声音就好啊。所以呢，吸气停在，如果没有打这个空气，等一下鱼就死光了，缺氧，对不对？那你要打空气。那我们这个嗡啊哄就是，我把佛的力量，自己坐在位置上三次的嗡啊吽，把自己干净了，嗡啊吽嗡啊吽干净了，然后再来就是把诸佛菩萨的功德，包括时候所有众生都消业障，所有地方都变极乐世界。那你要念嗡啊吽可以，你要念阿弥陀佛可以，你要念阿弥陀佛都可以。牙齿痛啊、医不好的痛，嘴巴喜欢讲这些不好的话，所以我们的嘴巴。就很习惯，你的日常生活就是，那现在做替身、啊、就是把不好的消除掉，也把好的融入在这里面，所以会念三遍。三宝宝哄拍着说哈变十咒，那么萨尔瓦赞迦迦迦阿瓦卢吉杰嗡三宝拉三宝拉哄，那么萨尔瓦宝如来，那么妙色身如来，那么广博身如来，那么离部位如来，那么多宝如来，那么妙色身如来，那么广博身如来，那么离部位如来。佛具众妙喻替身时，具众妙喻水中时，于此漂游居住之，希求贪恋损恼者，各种身相便寻觅，于此一切魔部众回向令喜获满足，苦难为缘诸迷乱，愿解脱于大乐界，大力鬼众速速取欲望贪执与恋着，意念黯然亦乐处，愿获释然及解脱。来布施自己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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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布施给众生，要学习这个念头，不要有占有的观念啊！一切都要布施给众生的，所有的努力，包括成佛，成佛就是要把功德布施给众生的啊。六十五页，回向天阿修罗要叉等来听法者，应自心永护佛法始长存。各个情形是尊教，诸有听徒来至此，或在地上，或居空，常于人世起慈心，日夜自神依法住，愿着世界常安乐，无边福至一群生，所有罪业并消除，远离众苦归圆寂，恒用戒香涂引体，常持定福以资身。菩提妙华遍庄严，随所住所常安乐，
结善缘，乐无边，且莫结冤亲。结善缘，乐无边，且莫造业障。结善缘，乐无边，烦恼尽捐除，心清净，体康宁，万般皆吉祥。愿以此功德回向十方界，父母与师长，六亲共眷属，法界诸有情，八难三途辈，仰仗佛神力，消灾增福慧，范事诸天主，四方大天尊，地起水火神，诸障悉消除，热闹化清凉，共证无上道，法海共逍遥，同生极乐国。请大家翻到普贤恨愿品，就像刚刚仁波切说了，能够背下来最好，因为行菩萨道就不离开普贤恨愿这里面的十波罗蜜啊。请翻到44页，发起大悲大愿，愿对方离苦。所以就像普贤菩萨骑大象，忍辱负重，永不退转啊。那当然华严经的精神行为实践，一个菩萨就在恨愿品里面，把愿成为我们的生命，去实践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不但自利，更要引导所有众生发起普贤恨愿，然后能够成就佛道，普度众生。那我想，那为什么超度会念普贤恨愿呢？发菩提心，引导众生发菩提心，乃是我们自己真实的发菩提心，这是超度众生不恶的法门啊！再多的佛号、经典、咒语，都是为了这个，离开这种利他的悲心、愿成佛的菩提心啊，无所求的奉献那种空性啊，为整体的路边我们都会合掌嘛，因为它是寺庙嘛。它是代表佛法的地方，但是如果是友情，那它的动机也很重要了。所以每次我们做回向，就是从这一句出来的啊。所以不管你做什么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放生功德殊胜行，念佛功德殊胜行，那这就是普贤恨愿的回向记。那最后就是希望所有功德都布施给众生回向。而且愿所有众生脱离轮回，往生净土，因为往生净土是成佛最快速、慈悲、最有保障的方便。开始就追求空性跟大悲心了啊！那现在我们要去放生，放生我们念一下简单的，吃肉啊，卖肉的能够回心向善，深信因果。而且如果你念到往生咒以后，又念一个辨识咒甘露，超度所有被杀的动物，特别是鸡鸭鸟鱼啊，牛羊猪这么多，那为他们精进。人的部分我们要回向给他，跟他有机会接触佛法。所以我们印了很多戒杀佩戴解脱啊，就算他在杀生没办法，他在钓鱼，他在开餐厅，让他带一个啊，希望他经过他身上或戴在手上啊。那就大乘佛教叫用各种方法布施来跟众生结缘。